面对中国发展的现实，最先崩溃的总是中国崩溃论本身。实践这是最好的回答，我们自己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一步一步按照我们的已经规划好的，这是最好的对中国各种谬论是吧，各种攻击，各种妖魔化的最好的回答。